夏天，莫高窟住持道士王元禄在十六窟甬道清理积沙。休息的时候，他把点完旱烟的鸡鸡棍随手往甬道墙角一戳，发现里面有空洞。王元禄万万没想到，这一戳竟然震惊了世界。这个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暗室，密封了从东汉到北宋十多个朝代的佛经写本、社会文书和卷画共五万多件。随后，数万卷遗书陆续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奥登堡、日本人吉瑞超用一点点散碎银两从王道士手中骗走，剩下的又被从朝廷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成伙打劫，最后留在国内的敦煌遗书仅有万余件。如今如果想完整的看一遍敦煌卷子，至少要走遍十三个国家的四十多个文化机构，这可能要花去一个人一生的时间。这是位于巴黎塞纳河岸边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这里珍藏着伯希和从王道士手里骗取的七千多卷敦煌文书。众所周知，伯希和是一位汉学家，他拿回来的手抄卷子大多是敦煌古代社会文书，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是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这张编号为 P3808 的卷子最为奇怪，正面是汉字写的佛经，背面是稀奇古怪的符号。乍一看，这些符号很像日文，但细读又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考古专家都猜不透这张纸上究竟写的是什么。后来，这张卷子的照片传到了日本，日本音乐家林千三立刻辨认出来，这是唐代的琵琶谱。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他在日本还有一个谱叫《天兵琵琶谱》，他抄下的年代啊，比这个邓文甫还早，但是他用的这个谱字啊，跟邓文甫是一个体系的。原来这是一份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抄本，共抄录25首琵琶曲谱。从笔记上看，是三位乐工分别抄写，最后粘合成为一幅4米多长的长卷。佛经抄写题记中有五代时期长兴四年的年号，距大唐王朝覆灭才20多年，毫无疑问，抄录的就是唐代琵琶谱。外国人有乐谱的话也就几百年的，我们是1000多年前就有，是不是？所以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作为后代，如果你真心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把手放在这儿，你想的时候，你想我们的祖先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但眼前的25首乐谱仍然是一部天书，没有人读得懂、猜得透，更没有人能弹得出来。敦煌古谱躺在发黄的纸片上一言不发，成了国际音乐史上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唐代的音乐虽然发达，却没有今天五线谱、简谱那样的记谱方式，只能借助文字符号来标记，
唐代梨园教坊对音乐方面的专业技能都严守秘密，只在家族中师徒间单线传授。唐五代的记谱符号到宋代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何况是千年后的今天。因为那时候你不可能有录音机嘛，它只是文字谱，文字谱这方面还得去进行研究和深入的研究吧。难倒了几代学人。最早看到这份古谱的中国人是刘半农先生。刘半农从巴黎抄回这25首曲谱，展示次子，这是第二个字，次子，中子，那个还有一个是名子、小子，刚才一个主手。这就是琵琶二十字谱，将二十字谱与古谱对照，才能找到不同符号所代表的音高。这短短的20个小字，成了打开敦煌古谱之谜的一把钥匙。借助这把钥匙，日本学者林千三从琵琶的定弦入手，首次把敦煌琵琶谱翻译出来了。但林千三的一谱节奏拖沓，旋律单调，没有被大家认可。节奏都是一样的，十只，它都是一个，一个叫全音符，一个圈圈。那么每个音都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都是这样。这样的话就听起来很呆板的。那么当然，那个一动他也不赞成这个，我当时也不赞成。这好像我们唐代人没那么笨啊，就弹琵琶就弹一个音，等弹个音顶到师傅，这个就是就不省那个曲子的了。解读敦煌古谱的路依然漫长。上世纪50年代，任二北对敦煌古谱抄本做了详细考试，得出了敦煌曲谱并非一字一声的论断。任二北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应本爱国之热忱，石柱先编，为的是不让外国人先解释出来，这样才不愧对先人。他这份曲谱现在流落在他邦，倘或现在的丝帛柱间都在，就是斯坦因和伯希和还都在，如果他们先我们而解译了这份曲谱，张皇宇是洋洋自得，他说我们作为中国人将何以堪。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让中国学者们寝食难安，继任二北之后，杨荫流、饶宗颐等学者继续挑战敦煌古谱。1982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叶栋教授首次破译了敦煌古乐，在音乐界引起轰动。林千三的乐谱是 C 调，叶栋的译出来的结果是 G 调。
然后根据这些文字谱，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理解，由于不一样，所以才产生了更多的可能性。音乐它的可能性多一些，我们作曲家的在理解上也可能就更多。夜洞之后，敦煌古谱研究渐入佳境。1988年，陈应时教授的新艺谱也在上海上演，他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又取得了新的突破。我们翻译谱的话，一个是节奏，一个是那个旋律，那这两个这个要素，琵琶的旋律音乐关键是定弦啊，我主要做了这个两个方面的工作。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敦煌古谱不是音高谱，而是音位谱，这就使得敦煌曲子的定音变化无穷，许多音乐家为此绞尽了脑汁。早在1982年，神秘的敦煌古谱就引起一位甘肃音乐家的注意，他就是甘肃省歌舞剧院原任院长席珍冠。我们82年去巴黎的时候，我们的前院长就已经去世了，席珍冠先生，大家都忙着购物呢呀，到处参观呢，结果他就没有，他就想方设法的通过巴黎的敦煌研究所的一个叫吴奇玉的先生，就去看这个影音件，就这份卷子的影音件。当时他非常激动，他下决心说我要把这个东西要搞出来。从1982年开始，席珍冠用了10年的心血，上穷碧落下黄泉，潜心破解敦煌古谱之谜。10年中，席珍冠留下的手稿就有几十箱，拂去蒙在千年古谱上的尘沙，席珍冠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往敦煌古谱幽深花园的小径。席珍冠认为，唐代的音乐、舞蹈、诗歌是合而为一的，是三位一体的，音乐的节拍必须符合舞蹈的节拍和诗歌的节拍。这个思想犹如划破夜空的雷电，照亮了破译敦煌古谱的道路。敦煌遗书中留下的几份古代舞谱，又为音乐家找到了打开敦煌古谱之门的一把新钥匙。敦煌舞谱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舞谱，它不是用图像的形式表现舞蹈的动作，而是用汉字记录的形式表述了舞蹈的基本形态。当然现在我们很难猜测你摇摇摇是什么，是头摇呢还是身体摇呢，是这个抬是手抬呢还是头抬呢，这也很难，就是也有现在也已经有人在解译。如果说破译的话很不科学，因为我们没有录像，我们不能说它是什么样子啊，但是我们解读它，那已经有人在做，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祖先了不起。25首琵琶古谱，20字琵琶指法谱，再加上敦煌舞谱和数百首敦煌曲子词作支撑，
齐贞观用曲、词、舞三位一体的方法，大胆破译了敦煌25首琵琶谱。琵琶演奏家贾培浩演奏的就是齐贞观破译的敦煌琵琶曲《集湖相问》。叶动有叶动的说法，齐贞观有齐贞观的说法，还有一些学者有其他学者的说法，但是总而言之，你可以通过他们破译的东西中间看到音调的进行中间的已经很有个性的东西。齐贞观最大的愿望就是将解译的敦煌古乐搬上舞台，他首先想到了丝路花语的编导兼主演许琦，而当时许琦正准备离开兰州调到无锡去。我说许琦，你无论如何你要留下，他说我考虑了很多人合作，我最后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他说如果你帮我搞完这个戏，你我同意你。然后就是铁马冰。许琦迟迟不肯表态，但他看了齐贞观翻译的敦煌古乐后立刻被吸引住了，他决定留下来帮助齐贞观院长完成最后的夙愿。紧张的创作排练开始了，恰恰在这时齐贞观被查出患上了癌症。我们是2月2号上的台，3月15号就发现他患癌症了，然后5月份就做了手术了，他已经不行了，癌已经转移了。他当时因为我瞒着他嘛，我没跟他说是癌症嘛，瞒了以后，最后做化疗的时候他自己知道了，他说你不要瞒我，你要告诉我，你要给我时间，因为我还有好多东西没完成。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他真的是不要命了。要把那些零零散散的、短的不能再短的敦煌琵琶曲段落编成一场大戏，难度之大让人望而生畏。你知道这曲谱一段是多长时间吗？40秒的、50秒的、1分多一点的，你要搞一台戏起码得1个半小时吧，你如何把这些像一个破布头一样你把它坠到一起，还要让人看着不间断，这里头就太难了。一想到齐院长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许琦咬紧牙关用最快的速度编排出音乐舞剧敦煌古乐。当年艺术局局长徐润海先生有一个评价，他说做出了几个第一啊，一个他的曲谱是世界最古老的啊，一个他所唱的词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这个曲子词啊，他所使用的乐器是根据敦煌壁画的资料和日本侦探院的资料重新复制的。1993年11月，齐贞观抱病率团参加香港艺术节，敦煌古乐一炮打响，香港媒体评论说这是甘肃继丝路花语之后又一台敦煌艺术精品剧目。饶宗颐早期研究过，但是后来他也是他没想到说这个曲谱能搬上舞台。我们去香港演出，饶先生就上台了，那时候已经90多岁了，他说恭喜大家，贺喜大家，他说音乐美，服装美，人美，我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能够亲眼看到这份曲谱搬上舞台。
1994年金秋时节，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在兰州开幕，开场戏就是敦煌古乐。已经到生命最后关头的席珍冠坚持要去看演出，他说如果不去演出现场，他死不瞑目。后来医院与他的家人签了一份生死协议，他才进了黄河剧场。先在一个休息室里，那时候当时接着氧气，接了氧气以后，后来我们就到里面去了。那离走是差一个月吧，他是强打的精神去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暴风雨般的掌声响彻剧场。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连口称赞，千古绝唱功不可没。然而这场演出也成了席珍冠人生的谢幕礼。1994年10月6日清晨，席珍冠永远离开了他无比眷恋的人生舞台，终年53岁。席珍冠去世后，许琦率敦煌古乐剧组赴日本演出，又引起很大轰动。2个月时间，连演西市场，场场爆满。然而，敦煌古乐绚烂之后，又重归尘。2002年，许琦退休，敦煌古乐再也没有完整地出现在舞台上。舞剧《丝路花雨》究竟是怎样诞生的？为什么它一经问世就迅速风靡全球，连续上演33年？敦煌伎乐征服了无数观众，它经久不衰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呢？一部来自敦煌的民族舞剧，一个中国舞蹈史上的飞天传奇，敬请收看《敦煌伎乐篇》第8集《敦煌武魂》。